就当门列放肉嘛，多少钱？这种冰糕800搞不动了，加个零吧。8000呢？6800给你爽一下。我谢谢你呀、啊，这价不可能。总价一分，价差十，这个是有冰感的。睁着眼睛说真话。还有个镯心，还有边边角角。哪里边边角角啊？我要撑死射这个镯子，就这一个小边角，射这个啥呀？还有个镯心，你这个6800买个镯心，就相当于送个手镯给你了。我不信你，好好说多少钱？5800，直接拿。再好好说多少钱？5800了，最低了。有文列就当文列放肉的价格，实实在在的好好说。有文没列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多少钱？3680。没，3680呀？啊，3680呀？啊，3000吧。3000搞不动啊。咱也不1000，也不2000了，3000。哎呀，不用浇，那玩意浇水它容易烙。3000行不行？透底了，看着眼睛说不了谎。3200，让一个得了。便宜啰嗦让了得了，感谢料仔，走拿过去设计一下，你还得。姐妹们，这个料子3200拿到手，真的是太香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种非常的老，而且它的颜色也非常的清爽。虽然说这里有一点点小病丝纹，不过卓味完全可以避开它，相信我，起货一定会惊艳到你们。来，现在就开设计。Later。底子细腻，娇娇润润，这种干净平价的小白条，你们爱了吗？